好，1000蚊带你去你嘅房，然之后咧，我哋咧就喺呢间房瞓。啊，唔系，我哋先 check 下睇下有冇啲特别嘢可以揿先。呢度出咗去会点啊？我出咗去就直接用钱租一间房，然之后直接走翻出嚟。好，我哋瞓间瞓觉啦。你需要用梦之宝珠吗？使用。突然响起呢一个波波球嘅笛声。歌声咧应该系，然后呢诶嚟啦！呢个世界上最好嘅人，最有型嘅人，我好高兴咧，你想同我约会啊？先唔系啊，佢要同我啊！哇！你咩事啊？我以为我系你嘅唯一，你最后一次伤咗我手，你会付出代价噶，你会付出代价噶，你点可以咁残忍嘅？你话你爱我噶？我而家得翻你咋？谂下我为你咗你同正辉分手，你好无情啊！我俾咗你一切，而咧你将佢抌晒。依家我意识到咯，只不过咧玩具嚟嘅啫。唉，我父亲抛弃我咧系有原因。卡里边个嚟噶？唉，我唔知道我以前点解中意呢个 Green 啊，但系你型得多啦。哇，你边个嚟噶？哇，你太有型啦！我为咗你咧退出咗火箭兵团，我会为你做任何事嘅。我会原谅你同你嘅不足，如果你咧甩咗嗰啲咧肤浅嘅白痴嘅话，咩话？我唔肤浅啊，佢系我噶，粉红都嚟咗，佢系我噶，我识佢最耐啊，我系 fans， 我系 fans 嘅最爱吓，系咩？小王，你得5岁嘅啫，我只系细佢1岁咋？喂，停手停手，你哋，佢有主人，咩事啊？如果不用梦珠就是普通啊，黐线的，最后啊 Green 企咗喺度，佢有主，低能嘅系啦，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小小嘅剧情啦，就唔算系黐线嚟嘅。